新闻大小评，最好的守护我来评啊。说起爸爸带娃，网络上呢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：没危险的时候，老爸最危险。但是呢，也有一种共识啊，这爸爸是家的篱笆，是安全的守护神，尤其是危险降临之时。最近呢，山东的一位爸爸鲍先生啊，和全网分享了一段自己神反应守护孩子的惊险瞬间。视频当中呢，孩子正在这个店门口玩耍，一辆失控的无人铲车直冲过来。危急时刻呢，孩子爸爸一把拉过来。事后呢，鲍先生称啊，孩子呢只是被一旁的三轮车压了，脚部受伤，并无大碍。有人问了，这铲车司机干啥呢？大家仔细看，在后边追着铲车跑呢。虚惊一场啊，真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成语。所以啊，没危险的时候，老爸最危险。这话呢，还有个后半句：有危险的时候，老爸最安全。但有几杯酒下肚呢，男神也有秒变男孩的可能。最近呢，在内蒙古通辽一条马路上啊，两个男子喝醉酒以后啊，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床，躺在大马路上，手拉手聊着天，任由身边车水马龙，二人依旧是旁若无物，仰望繁星，无拘无束，开怀畅谈，仿佛整个城市都是他们的。身处危险的他们呢，或许不知道啊，就在不远之处，一名警察正在默默守护，避免有车辆碰到他们。只是呢，自始至终没有来打扰。这或许呢，就是来自男人之间的理解吧。也许这样的时刻啊，就是中年人呀最无忧无虑、最放松时刻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醉酒躺大马路数星星这事儿，属实太危险了。放空思绪，内蒙的大草原比大马路更适合啊，咱就别给警察叔叔添乱了。